是专业人士，你看毛主席不就很刁了什么？对，超挑剔。哦，所以基本上也是会跟妹妹一起合买。哦、不是合买，他买。哦、很明显吧？李佳薇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李佳欢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挑战厨房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法式甜点，但是叫做马德莲。对。我们先开始了，那我们先开始打蛋吧。对，我们要。哎、欸，我准备了安装的蛋。你知道为什么要安装的蛋吗？是因为它会把蛋壳也打进去。不会啦，那么简单的事情。我吃过你的煎蛋，里面有蛋壳。是吗？对，我自己煎的都没蛋壳。轻轻的哟，不是要靠绿色的部分啊，什么轻轻的？以为通过机会多了些收敛，路过人间，手动的防卫，说来惭愧，人只要有机会，就要沦陷。来，我们来看看马德莲什么状况。嗯，你刚才讲的口感，旁边是脆，中间是软软的。嗯，所以你们会自己打几分？这个100分。哦，因为我第一次做甜点。你们俩谁比较厨艺比较好？我觉得我做出来的菜比较正常，我比较多是煮创意料理。他的创意料理非常的创意哦，他可以把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啊，就是可能把。还好吧。你上次做一个那个创意料理，我做什么？你好像把蛋再加玉米再加鲔鱼，然后全部捞在一起，蛋再加 cheese， 鲔鱼加那个玉米，然后加饭，加对加饭。你知道这个在台湾是给荤，哇，很好吃，蛮好吃的，还有 cheese。那你吃吗？我有吃，我吃了一口我就还他了。我的厨艺没有很好，那就是我就是会把食物弄熟，然后把鸡胸肉变得更干。因为我喜欢吃干的鸡胸肉。你讲，因为你大概7岁，讲你小时候有喂过奶啊，包括尿布吧？应该有，但我很会照顾他。我的照我觉得我比较会照顾他。他会骂我。照顾，是照顾，就大概6、7岁的时候吧，刚要开始上小学的时候，差不多。对，就是功课方面就是我在管理的，没错。然后他的生活起居那些就是我自己管理，我在控制。所以他不会跟你顶嘴。他是榜硬啊，没错，就是现在。嘘。所以你忍了很久，对不对？忍了很多年了。我很成长的，你不要管我。我也尽量要自己不要去管他。交友呢？哦，不会耶，他很想我交友。我一直鼓励他出去交朋友，没错，然后鼓励他去交男朋友，而且还甚至帮他物色男朋友。没错，他帮我征，他帮我征友。有征到吗？还没有。要求太高吧？没有，但是我要。就是我就问朋友，你身边有没有怎样怎样的男朋友，上进心啊，然后就是比较会赚钱一点的、啊，因为她毕竟是公主啊。对，我就觉得不想我妹就是爱哭的那一种。那你自己呢？自己的感情？我自己感情蛮稳定的，蛮稳定的，就是会想要更进一步的。你是说结婚吗？我觉得先等我的工作再稳定一点。对，我觉得还要一点点时间。比如说突然间他跟求婚怎么办？那有跟求婚拿出钻戒来，都不行吗？钻戒先拿，钻戒的话先拿。对啊，当然先拿喽，迟点再结啊。对啊，可能要规划一下，而且现在也不太适合，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也不太适合。对啊，有的时候在想，先搁一下吧。那讲到疫情，那个现在那个是算代销吧？嗯，我还在有持续在上班。我周末就是都有一直在固定上班，所以当初这样子，其实跟你在对客户的时候会造成，比如说自己会有一点尴尬，不好意思。一开始会有一个心理障碍，然后，但是我觉得，
突破了自己的心魔，其实你就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人，而且别人不一定会认得出来。做了这么多案子，不自己的买房子计划吗？有啊，有一直在看房子。反而我多了很多知识，可以去买房子，然后拉他一起去看房子。买房子也要顾他，多可怜啊！你是专业人士，你看房子你不就很刁了？什么？对，超挑剔。就是因为我有这方面的知识，你就不要唬我。可能我决定要买的时候，可能会给我一些折扣吧。应该，你说可以吗？拜托拜托。所以基本上也是跟妹妹一起合买，不是合买，他买。很明显吧？娱乐东新闻，请问有缺妹妹吗？报道。